赚钱最不想交往男人，一碗搓到老外痛处。杜丽大家说她吃不健康的食物，身体很糟。换个角度想，她走得早，我领的钱也就比较早。没有，那就哦，懂哎。所以我觉得不跟她在一起，跟谁在一起？算是柔心中的第一名，就是因为她想要找我的钱而已啊。跟你老婆跟你结婚一模一样，这是什么感觉？这是什么感觉？是不是？各位观众请注意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二分之一强。